来宾，各位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华夏文化学校成立20周年以及首届华夏杯华语大赛的成功举办。我们本次华夏杯华语大赛以及华夏文化学校20周年的庆典活动均得到了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与关注。林斌会长、郑月会长、尊敬的张晋校长，讲演讲不如老师家长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给你们的口碑。连华夏的老师作为他们的亲历者，我知道孩子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很多孩子是从完全不会说中文，一直到经过了初选复选，站到了勇敢地站到了这个舞台上。还有的孩子是之前都完全不敢抬头跟人家目光对视的讲话，但是他们却敢挑战自己，站到这个舞台上来尽情的表演。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们，给我们最持久和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得奖还是没有得奖的孩子们，好吗？
华夏。中国有礼之大，古称夏，有服装之美，古称华。华者美也，夏者大德也。自炎黄以降，无德者不可谓之华夏。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天子之德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华夏是融合而包容的民族，是广博而开明的文化。华夏令人向往的丰饶国土，华夏是美不胜收的锦绣山河，华夏是携手并进的文化认同，华夏是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华夏是一团火，它自远古而来，将思想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华夏是一束光，它冲破了黑暗，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世界的东方。华夏是一本书，记录着一个民族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历史。华夏是一支歌，赞颂着一片物产丰饶、人杰地灵的热土。华夏是一盏茶，汇聚了劳动的喜悦、自然的清雅。华夏是一杯酒，凝萃了风华的物产、悠久的文化。中国有礼仪之大，古称夏，有服装之美，古称华。华夏，华夏。华者美也，夏者大德也。华夏，华夏。华夏是长城上每一块斑驳的石砖，是历史中每一个清晰的足印。华夏，华夏。华夏华夏是游子的报国之心，是慈母的念念牵挂。华夏，华夏。华夏是健儿的奋力进取，是勇士的疆场拼搏。华夏，华夏。华夏是古老而坚强的民族，是历久而弥新的文化。华夏，华夏。华夏是亿万万炎黄子孙骄傲的名字，是亿万万中华儿女自豪的回答。华夏，华夏。谢谢大家。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祖国永在心头，剪不断的血脉，忘不了的乡愁。赤子心潜藏江黄河，爱如潮水奔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把绿叶对根的情谊都酿成一杯美酒。和祖国在一起，纵然相隔千里万里，和世界在一起，
阳光总在放一浪，我们有根爱无尽头，人类有爱天长地久。大家看到了，我的旁边站了一个小搭档，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好的，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Jaden Lu， 我是华夏文化学校的一个学生，我今年十岁了，很开心跟 Penny 老师一起主持，庆祝华夏文化学校20岁的生日。好 ，Jaden， 我们下吧。这批孩子都已经27、28岁了，我都当奶奶了，弟弟妹妹在这些小孩有的结婚生孩子。他们在大学里面有的继续学中文，有的去中国交换。啊，最边上这就是和我一起，我们一起创办的这个林三松校长啊，今年96岁了。上面是我们很早进入我们华夏的这些老师们，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出来的。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回望华夏文化学校20年来走过的历程，感慨万千。从30年前远涉重洋追梦，到20年前创立华夏文化学校，再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为华夏文化学校庆生。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一直都在拼搏中诠释着梦想成真的真谛。人们常常将追逐一项事业比作大海行驶的孤帆，拥有广博的视野却旅途凶险。我们在海外的华文教育和文化传承就是这样的一项事业，而华夏文化学校就是那艘行进中的帆船。但历史是公正的，也是必然的。20年来，我有幸遇见了一批批华夏追梦人，也目睹了一些人遗憾地离开下船。但更令我感动的是，仍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华文教师风雨同舟，坚守着华教事业，执着于教书育人，让这艘越来越大的事业巨轮承载着无数人的殷切希望乘风破浪前行。有梦想才会有动力。华夏文化学校成立20年来，始终秉持以爱育爱的宗旨，在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下，在孩子们殷切的期盼下，我们不断超越自己，迅速成长。华夏
夏文化学校，不仅在不懈地探索中发展一套文化引导语言的教学方法，还将及时发现并有效回应学生的需求作为教学实践能力的建设方向。20年来，我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并迅速发展了网上课程。我们拥有一支具有工匠精神和学者态度的教师队伍，大家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享受着与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快乐。我们付出了爱，也获得了爱的回报。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可爱的孩子们，是你们期盼的眼光和天真灿烂的笑容感动着我们。其次，我要感谢家长们的理解与支持，是你们的鼓励和在鞭策着我们。我还要感谢华人社区的关注与支持，这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我更要感谢祖籍国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根魂蹦的文化力量。最后，我要感谢澳大利亚这片多元文化的沃土，它不断地给予我们创新的动力和梦想成真的希望。来宾们、老师们、家长们，华夏文化学校和我本人真诚地希望在各位的持续支持与积极参与下，不但为学习中文的孩子们搭建实现梦想的平台与舞台，因为我笃定我们一定会在成就孩子们的过程中让自己也梦想成真。谢谢大家。哇，请收下我们美丽的鲜花。华夏文化学校20周年的舞台上，作为一名最早加盟华夏文化学校的教师之一，我的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和美好的祝福。各位朋友们、老师们、孩子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华夏文化学校成立20周年。记得在10年前，我在和朋友的了解交流，得知一个是中文。千条山万里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相扶的太多。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风雨走遍了世界的角落，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阳光下渗透所
有的语言，风雨把友好的故事传说。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同一首歌。这段潘老师要问了，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中文老师呀？我最喜欢教的好，有幽默的。有爱心的老师们，就像我们每一位华夏文化学校的老师。是的 Jaden 你真会说话。对的，像我们华夏文化学校的每一位老师一样。的确啊，在海外呢，华文教师啊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职业，他们既要为生存而奔波，又要为家庭而忙碌，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担，还要为教师梦而学习。但是当他们站到了讲台上的时候，与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一起，全部的生活重压都突然变成了轻松自信的笑容。那么今天在舞台上，他们又将以怎样的风采来展示给他的学生们呢？太好了，我们请老师们来唱歌吧。好的，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老师们来为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们演唱，掌声有请我们的于佳毅老师以及华夏所有的老师们来演唱，掌声响起来，谢谢。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今天听到笛声喝彩，欢欢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笛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的失败，经过多少的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张校长。当我们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听到掌声响起来，我们的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多少青春已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但我们仍然拥有对你。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一起来好不好？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再次掌声。对的，潘妮老师想要问你哦，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呢，我想问问你最想要感谢的是谁呢？我最想要感谢的是华夏文化学校每一位老师和我的爸爸和妈妈。你的爸爸和妈妈非常支持你的中文学习，是不是？他们有没有逼你做作业，逼你学习？有时候会。怎么跟台词不一样呢？不是说不会吗？对，很好。那的确，我们华夏文化学校今天的成就啊，真的是要感谢所有关爱和被关爱的人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人的支持，感谢我们的父母，感谢老师的爱，也感谢同学们彼此的帮助，感谢带来快乐的中文课堂。当然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学生们的认真努力的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孩子们要为大家一起来表演听我说谢谢你，有请我们的指挥刘佳音老师，掌声有请。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你无尽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成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送给你小诗句，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成歌。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
20岁生日大 party 的全家福，来，谢谢。